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9年8月14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士林站8:13出发的是开往象山的106次，106次开往象山的西山爱情高音内线刚龙刚格时间列车。车号是153。153。好，关闭车门就800。开往象山的西昌马一行06次。在新站关闭车门就拿这些。